我这名字不够显眼吗？我这一生什么都拿不稳，回头拿酒杯不会洒一滴。我喜欢小燕已经20多年了，小燕你飘了，你才发现我飘了啊。你的眼神我喜欢，来一个。你的表情包呢？哪有表情包？我生气了，你生气。那你先生会儿。哎呀，愁死了！我就是有点好看，美女，你就是有点好看，你好看。我走了，那我去看耿耿了。行，去吧。晚上好。小样都不带挽留我的，从来不挽留。好伤心，那你再伤心会儿，生气加伤心。瘦了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刚刚是有人骂我还是有人想我呢？给你吓醒了。你被我气死了。要不明天开席，是明天可以开席了。欢迎残花落尽，欢迎。肯定是有人想我了。明天结婚，我不结婚呢，全村都聚吗？不是，刚刚有个人他说我把他气死了，我说明天开席呗，是吧？明天该开席了呗，我收礼钱，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很不错的。是好久都没吃席了，几个菜，这不少得十，这怎么的不得十个菜？对，那还早呢。欢迎0123，欢迎点了100个赞，辛苦了。四个菜，别四个菜了，真是的，至少10个菜吧，是吧？至少也得10个菜呢吧？这要不得10个菜，都有点对不起爱你无期了。才发现主播。一眼大一眼小，那是因为